余敏乐同陈宝珠呢日就一齐出席血癌基金嘅慈善筹款活动。圣诞节就快到啦，今年仲系第一个同仔仔过嘅圣诞节，对乐仔嚟讲一定会好难忘啦。应该会系啦，系嘛？即系第一次爹哋嘅身份过。提到早前乐仔话自己身体唔系咁好，咁而家又有冇好翻啲咧？好多好多好多啦，多谢关心，因为我觉得每个呢一行嘅艺人都会有噶啦，即系成日都唔定时休息啊，工作啊好长时间啊，饮食又唔定时啊，咁你身体一定会有毛病，都正常。已经停工咗一段日子嚟陪仔仔啦，都系时候要复工啦啩？其实唔关我小朋友事啊，唔好赖佢，即系系啱同唔啱做嘅，即系点讲咧？即系。而家自己睇劇本有一個自己嘅個感覺，即係想拍先會去拍。咁如果唔想拍，我又唔想逼自己拍。係啊，咁未遇到一個好想拍嘅。